北角单栋楼入场费低易出租。北角啲单栋楼入场费低，由于出入方便，好受租客欢迎噶。租金回报率达到4.5%以上，先睇下渣华道嘅嘉富大厦，实用率就得6.6%，内拢都几细噶，起码都租到9,000元，回报率4.7%。点解？睇下呢个景咪知咯。不过前北角村地皮将来发展，海景就有变数啦。一间房就啱单身客或者系两个人，浴室就非常之袖珍，厨房有留位放洗衣机，但系雪柜就要放出厅啦。嫌地方唔见使，睇过马宝道华礼大厦，实用率就过80%，仲近啲港铁站添。咪睇少呢一线海景啊，至少值10,000元租，回报率5.1%。单位就有两间房，一大一细，全部都冇窗台噶。大房咧就60尺，够摆晒双人床同埋衣柜噶啦。细房就望翻楼景，浴室就比起头先嗰间大，有企缸同留位放洗衣机，可惜厨房都系细。